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想检查一下我们的水果蔬菜有没有面对压力或者叫做疲劳。什么疲劳压力他们还会有？是的，呵呵，你没听错，是的，他们是有疲劳，也会有压力，他们会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向我们来交流。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他们有多大的压力，或者有多累啊。我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压力，也就是 stress。那么这个压力呢，它有两种，一种是外部的压力，一种是内部的压力。那么今天我主要是 focus on 这个外部的压力，也就是我们英文讲的 abiotic stress。所谓外部压力，就是它的外部的生长的环境而对植物造成的压力，比如说太旱或者太涝，阳光不足，风太大，太热，营养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以及虫害等各个方面的外部的生长环境对这个植物造成的压力。那么面对这些外部的压力，那么植物呢，它必须从生理上来进行调整，以克服这些压力。我们通过它的生物的特征的改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在哪方面有压力或者有疲劳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出现的问题，我们来改变这个外部的生长的条件，从而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压力而茁壮的成长。六月初，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六月初。那么六月初呢，各种我们种的春夏作物都在长得非常的旺盛，各种豆角呀、西红柿呀、黄瓜呀，哎呦，这个黄瓜怎么长这么大？该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千万不可以大意，我们今天呢，就要给我们的这些植物呢，我们要检验一下，看看他们 stress 的没有。好了，我来问一下他们。Hey, Mr. Tomato, are you stressed out? Mr. Bean, are you stressed out? 好像大家都不说话一样，可能真是累了。实际上不是他没有回答我们，而是他用符号语言已经向我们展示，告诉我们了。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那么干旱疲劳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就是由于这个它需要一定水分而供应不足，那么水分供应不足呢，那么植物呢它就会表现出，就是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要 respond 这个疲劳。他怎么 respond， 就是怎么来反应，来这个来对付这个疲劳呢，克服这个疲劳呢，他就首先呢，他就让自己的叶面卷起来。那样卷起来以后，这样的话光线的这个摄入呢就减少了，从而减少他脱水的现象。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方面，他通过叶面来控制，来减少这个脱水，来保持水分。第二个方面呢，它是通过根部，那么根部的发达来吸收更多的水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我们种的韭菜啊，种下去以后很快就变得很细很细了，那么根部长得非常的大，非常，那就是说明什么呢？它的根部长得非常的大，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地方都挤满了，所以说呢，它就不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和水分，所以说呢，它就这样的话，它就更加去长根，那么根就长得更多，这样的话就
根部就变得肥大，非常的多。那么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来解决克服这个干水水干燥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韭菜浇水不够，因为它要克服这个干旱的疲劳，或者这种短缺，然后它就要使劲长根，因为它没有这个韭菜，它没有叶，它这个叶不能卷，那么它只能用根部来控制这个，来吸收更多的水分，所以把根部呢长得非常的旺，所以是这样就导致我们韭菜非常的细。那么这一种疲劳，我们讲的叫做干旱。现在我们来问一问这个西红柿。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西红柿，我们从这颗西红柿，然后我们摘下了这个叶子。我们通过这个叶子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叶面呢，出现斑斑点点的，像烧焦的棕色的颜色。这个地方，那实际上它就在告诉我们，它是一种缺钙的现象。那就是说，这个西红柿它现在已经开始缺钙了。那如果它要再继续生长的话，它可能在果实上就会反映出来，所以呢，这个西红柿像这种情况下就属于缺钙的现象已经出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不仅只是有这个缺钙的现象，而且它还有缺钾的现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边上逐渐的开始有一些烂的现象，有一些颜色发白的这种东西，然后逐渐的显示出来，那么实际上它还是缺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颗西红柿，因为这个地可能有点土太贫瘠，那么所以这颗西红柿呢就出现了缺钙、缺钾，而且还缺镁。我们可以看到缺镁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叶子表面呢表现出白白的一片一片的，像这种黄的颜色。这种颜色呢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它不但是缺钙，而且还缺钾、缺镁，这种三，所以说它严重的缺乏微量元素。我们这个豆角，我们可以看看叶子长得非常的肥大，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小虫子，这个小虫子，然后它已经出现了有虫眼，说明它在有这个 stress， 就是在虫害这方面它有一些压力。那么我们应该把它清除。那么这个豆角呢，我们可以看它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显现出有虫害的问题。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 grapefruit， 也就是葡萄柚子。那么从这个叶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纹路非常的清晰，而且有隆起的发白的情况，那么这往往都是缺镁的现象，那么所以它有缺镁的压力。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瓜娃，也就是攀石榴的这个叶子。那么在新的叶子上，它的颜色是棕红色的颜色，那么别的叶子不是这样的，那往往都是缺磷的现象。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 rose， 也就是玫瑰，那黄玫瑰非常的漂亮，也很高贵。那么它开很多的这样的漂亮的花，那么这些开花呢，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磷肥。所以在开花的时候，它需要大量的磷肥。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竞争这个新的枝叶呢，就会出现红的枝叶。那么这种枝叶呢，就是因为在开花的时候它缺乏磷肥而导致的这种红。那一旦花败了以后呢，这种枝叶呢就回到绿色当中去了，那就不缺磷了。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这个葡萄柚子的叶子，那非常的厚，像牛皮一样，又很光亮，好像打了一层蜡一样。
那么这是因为在这个外边呢，这个风比较大，而且温度比较高，是热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这个葡萄柚呢，它为了适应这样一种干燥热风的环境，所以呢，它的皮呢就变得很厚，然后呢，而且分泌出一种蜡来覆盖保护它的这个叶面，这样就可以减少脱水的现象。所以呢，这个葡萄柚子呢，它面对的是一种干旱热风的压力。好了，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水果蔬菜啊都面对的压力山大，我们赶快提供一些方案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压力，来度过难关，然后茁壮的成长，开花结果。好了，赶快抓紧时间检查检查你自己的水果蔬菜是不是也是压力山大，别让他们受罪了。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到 YouTube 搜索美国生活365，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和大家分享。请点击屏幕连结，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谢谢大家。